朋友，你干什么呢？你父母呢？我看你在这待一天了，走走走。我不走。哎，怎么回事？哎，走吧，跟我走吧，啊，走吧，放开我，我不走。跟我走吧，我不走。哎呀，走走走，别动，走，别动。哎，别乱动。哎，你们干什么？儿子，干什么呀？放开我！别乱动，听见没有？放开我！站住！干什么？啊，干什么？老师，跟我们走，跟我们走。放开我！走，走。哎，我捅呢！啊，走不你！我豹子。在哪弄这个赔钱货？妈，他是饿了吧？饿什么饿？哪有那么多钱给他买奶粉？儿子，去灌点水，给他喂喂水，将就将就。你涉嫌拐卖儿童，跟我们走。啊，我的孩子，孩子。我终于找到你了。队长，两名犯罪嫌疑人全撂了，贝贝是他们在火车站抢来的，在此之后他们还骗过五个河南孩子。哎呀，这五个孩子很可能就是我们哥的领的。据犯罪嫌疑人交代，那群孩子很聪明，已经逃跑了。孩子的下落他们也不清楚，经过我们查实，他们说的是实话。哎呀，孩子从他们那儿逃跑了？哎呀，那到哪儿去了？老耿同志啊，先不着急，我们会努力帮你找到他们的。啊，好，谢谢啊，谢谢啊。来，就那儿，就那儿，就那儿，看见了吧？就那几个孩子。队长，队长，啊，请您马上派人过来，我们这边有情况。醒醒，快醒醒，快醒醒，小兵，快醒醒！啊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看，有人盯着我们。啊，他们是谁？他们要干嘛呀？哼，反正是没啥好事。那该怎么办啊？还和上次一样，我说一二三，咱们就跑。快点快点，把东西都拿好了。二，快点。三，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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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点，跑呀！小朋友，快追，快追！你说你这样被人贩子拐走了怎么办呢？让妈看看，伤着没有？瘦了吧？没有。东东，英子，英子，叫妈妈呀！叫啊！英子，英子，听老师话，叫妈妈。
去了你？我爸呢？都找到了，啊，一个都不少，啊，好，好，好，我们知道了，好好，谢谢啊，哎呀，都找到了。太好了，一个都不少。哎呀，太好了，都找到了，找到了。哎呦，心里的这块石头可是落了地了。真是啊，真是，真不知道英子这几天是怎么过的呀？哎呀，孩子找到了，应该高兴才对呀。你们哭啥呀？真是的。你知道个啥？人家是因为高兴才流的泪，对吧？是啊，是是是是是，是还要吗？走。这孩子，二叔，快点来了。英子，跟妈去超市了，妈给你买些好吃的吧，好吧？我不去。去吧，妈见你一面不容易，就等妈好好补偿你一下啊。有什么好逛的？要逛你自己去。英子。妈这一年事情多，没好好照顾你，是妈对不住你。你就跟妈好好去超市，妈给你好好补偿补偿啊，英子。那我问你，超市里有卖妈的没有啊？超市买东西的哪有卖妈的呀？那我不去，英子什么都不要，就要妈。